这首歌呢不陌生，这首歌呢曾经呢在我们的来那个八点档非常非常轰动哦，非常轰动的一首歌曲叫做《一代女皇》。那我们邀请呢现场的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来会唱的，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合唱啊哈、哦，来为大家呢带来的这一首 ，OK 哦。好，来我们安排这一首。好像，我想一下，对，来 ，OK， 来我来找一下有没有。好，没有的话我帮西西接手讲一下，因为这个主委突然呢，他就点了这一首歌曲。主委在哪里？我看一下，帮我找一下主委好吗？来，谢庆勋主委李豆。他就很开心的点了这首，在哪里？在更衣啊？有啊？没有。好，突然在这里点了这一首。注意，李铁勇掉几条光，你看我们台上开始忙成一团。所以呢，就是今天大年初二嘛，要总是要一点这个颁奖一下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要给我们鼓励一下，激励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首歌曲呢，前阵子我们西西唱的非常的好听，叫做《一代女皇》。现场的朋友有听过的举手。不要不承认，有听过举手，好不好？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问阿公毛天阿鬼，对这首歌曲它非常的经典，而且呢，其实早期在这个武侠风的这种作品当中，有非常多的这个歌曲深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。不要紧，西西的导导来推，我们来演一首歌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来，好，你要下载一下是不是？好，来来来，可以了吗？没关系，我导导来，安尼好。不然我们先来自己一首歌曲好不好，让西西准备一下。来，那我们就直接来一首，接下来我们要带来一首呢跟我们一代女皇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歌。那不过呢，这首歌曲哦，对，这首歌曲呢其实在我们呢最近的这个排行榜上也受到大家的喜爱。大家有听过 Shape of You 这首歌曲吗？这是一首 EDM 的比较电音式的英文歌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凤鸣斋国乐团自己的版本。这个版本你们可能真的完全没有听过哦，光它的这个和弦走向，光它的音乐就不太一样。那其实如果熟悉我们凤鸣斋国乐团的人就会知道，我们演的歌曲除了我们的我们自己的独家版本，我们自己独创的这个原创的音乐之外，我们还有很多是我们独家授权的作品。接下来我们先为大家带来这首电音版的 Shape of You， 送给大家来欣赏。哇，谢谢，感谢呢现场的朋友呢哦，一开始还没演奏以前哦，就有这么多的尖叫声跟掌声。来，我们有请呢来自呢我们非常优秀的老师们为大家带来。来，我们这个阶段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的歌曲的安排。那也希望现场的朋友大家的目光呢移到呢我们的现场，移动到了我们的舞台上。
来为大家呢安排了啊，我们这一首呢经过改。